全军出击。嗯，中单 AP 薅着，行吧。看来我必须得跟你们好好玩了，那帮小子。没带还五，再点往前拉，平 A 堵住他的去路，平 A 一 A 死，直接往他前面拉，他三段 Q 肯定得必须得原地踏步一下，所以我们往前面走就不太会吃到这个三段 Q。 二级不打，等一等，等他三段 Q 放完。这波可以小耗一下，因为毕竟我们也要回家。谢谢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闪魔。谢谢等闪魔的一个大飞机啊，感谢感谢。我们还有五分钟开奖，现在是二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这蛇女给人一顿打都不如人家 A E 一下了，太低了。我打不了了，我上路兵太多了，我去不了了，你们自己打吧，让人活了不还呀，都不应该来，都多余来。多余来了一下子都。我你抢个蟹就完了呗。还好我们吃到了啊。不是我要去中的吗？是我要去中的，但是我去中的时候兵线还没到塔下呢，我去有啥用？我去有啥问题吗？也没有问题啊。A E A 点烟，啊，棒球吃饼干 ，A 接 Q 接喷 A 接喷。没啥技能了，姐们儿。五分钟了。五分钟吃个塔皮吧，发啥信号？死了，刚死，厕所回城。为什么你的猴没有这样的虚区？你的猴也有这样的虚区啊，可能你操作有问题。
那剑魔刚才 Q 一 W 的全用了，被动扎还扎假猴身上了，就直接跟他打。我们两管血，他满血，他都打不过。控一把线啊，他37个兵，我插个眼儿，7分钟他应该有闪现了，他第一波闪现用的应该是一分左右，因为我们上线一级就把他杀了嘛，他直接 EQR 往前转 ，W 躲着链上 ，AQ 再转往前走，他正好闪现平 A， A 接 Q， 所有的东西全部被我算到。谢谢，我在等技能的飞机，还有50秒开奖啊！现在是1/2的中奖概率。谢谢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等什么？如果不送飞机，我都给忘了。现在就俩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以后别说黑不黑幕，是你自己不把握机会。别老说什么老是一个人中，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。嗯，谢谢隔壁老严，谢谢第10亿动的飞机，谢谢隔壁老严944，还有5秒钟啊！谢谢火花的泪，感谢凡雅。现在是9分钟，再控一手线，把线控在这里。蓝枪现在在打峡谷先锋，打完正好帮我把上路一推，上路推完我们把剑魔一杀，出个三项，出完三项去下路一杀，游戏结束，完事看看能不能把这耗子再杀一波。哇，跟我的计划有些许出入啊！来抢杀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这怎么回事？那个 EAQ 为什么失败了？很奇怪啊。兄弟，不瞒你说，如果我现在跟你一块上，我可能会死。你怎么死的？薅着来了，我直接一走，能射着吗？哎呀，闪现！啊，那闪现那就没办法了。
蓝枪怎么死的不知道哎。我杀完那剑魔，谁知道他怎么死的？我们杀完凯旋回血死不了，不知道他怎么死的。剑魔值钱了，嗯，其实我刚才还是狼了一点，我那个闪现不省的话，他早就死了，他早死就没有这薅着往上走，就没这些屁事儿，我没乐意闪，我先杀个他零杠四，他零杠三，我用个闪现我就不太合适，能不闪尽量就别闪了。还是应该闪一手。杀慢了，你搁这干啥呢？不是啊，花里胡哨的，谁允许你花里胡哨呢？你跟我说一下，我允许了吗？哪次不是参赛，哪次改，这不是贪不贪的问题，这是想不想贪的问题。对面要是得赛，我指定不贪。这你得分打谁，嗯，人不一样。我打他个小弟弟，贪了就贪了，无所谓啊。薅着起飞了，没有关系。对面的辅助是莫格拉，不是芬女，可以接受。下路帮他们一波，这边先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谁在这里打蓝？不是打蓝，打谢，应该是艾克吧？刚才身上有蓝 buff， 我瞅着了。这耗着在这等他一手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过来啊？哦，小耗着，哇，950，有点东西啊！来，我看看这下路，先把他杀了，把孟甘拉给我截住来。你必死，今天这个塔我们是必越的。那芬女儿在那干啥呢？那芬女儿呢？你干什么呢？刚才你咋不追呢？你刚才旁边瞅啥呢？耗子可能要来了，留个 W 就差不多。往里来，跟我来。怎么这里还能有个眼儿呢？谁放的？是谁插的？没事，这耗子应该打不死我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天哪，莫甘娜！莫甘娜这个地方我没算到啊。其实刚才这一波呀，可以不打，毕竟我们没有技能，你知道吗？回去是比较好的。但是那蛇女吧，我看她搁旁边呢，我寻思我们试试也行啊。但是这一波是不应该打的。
他就有点乱打。乱打了啊。这位置没有眼儿，小黄毛应该是必死。他百分之百推这个塔，而且他旁边没有人。OK， 他要出来推塔了，好，把他杀了。啊，他还把 E 用了，挺好。快点，快点杀，杀完回去收兵，这么老些兵。把红 buff 收了。你配跟我抢红吗？我没有红，我怎么杀他薅的？你拿的红有个屁用啊！你不能也骂他，拿着红干嘛？你别拿红，幺五四的玩的还拿红，这边有眼儿不去。这是中期了，这不是对线期了。我杀完人收个兵线有问题吗？他现在是五杠一，我一句话不说，我全给他。你见什么时候我们家 ADC 厉害的时候，我去拿人红去呢？我都说了，我说我不需要怎么红给你，我都直接这样式的。可以推，推中了。建模要干嘛？先走一走啊，往后撤一下，不着急，不要一直往上冲，这个位置没法冲。高的不杀不行了，是吧？我发现啊，天哪，哪来这么多人？先把这莫嘎蜡烛吧杀了。这小黄毛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老套我虚弱，这么烦人呢？这里头有没有艾克？不知道啊。压了，不回家，我们打个三郎吧。有点什么装备？来个蟹手啊！哎，蟹手跑得太慢了，我决定出个板甲。虽然虚区会有那么点低，但是跑得快啊。蟹手跑太慢了，容易被封着。来，你们左我右。
这莫甘娜成恶心人了，真的。先把那莫甘娜的大给他拖没了。行吧，打吧，我估计应该能打得过。他们家技能交差不多了。建模的发育差不多跟那个女警的发育是差不多的啊，他们俩建模的发育。但如果这种装备都可以收割起来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还是伤害不太够。追呀，你咋不追了呢？该追不追呀，不该追瞎追。那刚才直接追他，他不死了吗？他移动速度那么慢，你玩个分女人你还怕死啊？你怕他打死你啊？刚卸手能活下来，刚卸手不一定能碰得到人。直接大龙劈头，那莫甘娜身上没有眼儿，哎，直接来打来了。那莫甘娜身上就一个眼儿，他打插个屁，他上哪插眼儿的？他都没有眼儿。掏着一个人在这儿打呀？啊！我把这莫甘娜给我杀了。闪现，这么多闪，没躲。不追了，杀剑魔！你怎么跟个战神一样打龙？那没有视野，他们家给我打吧。哎，你跟我管他干嘛呀？算了吧，那就打不下来了，打倒吧。下边再说吧，这不行了。小龙吧，小龙。我发现这耗子还挺难杀呢，这耗子。这耗子一，它等级比较高。二，他护甲也比较高，打到身上不是那么很痛。卸手出完，我们整个黑切。这波下路杀小黄毛，右边没有视野，莫甘娜所有的眼全部放在左边了。这波直接过来把小黄毛杀了，先 A 他接 Q， 等他放 E，E A 回来。
他正好没有闪，上边他交了，顺便我们直接拿小龙。你直接拿吧，我推了。你们两个人还真就打不过我，先排视野，我回家出血手了，我先来个斯特拉克挑战护手，阿斯特拉挑战护手，升个十五级，这波少人。有点多呀，先把耗子给我杀了啊！先把耗子杀了，再杀个剑魔吧，不行。这又给我套虚弱，走呗。艾克死没死？拆机拆高地吧。GG， 下一把。